这个，你看看我们这个茶杯很特别，是不是？你一会儿，我交给你个任务，你一定要用这个茶杯，怎么想办法整蛊一下 BB。你这个家伙事儿也蛮好的嘛。哎呀，这个家伙事儿可是重中之重。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等到时候大家就知道我用这个道具如何来整他了。好嘞，哥们儿，加油！欢迎光临。您是想喝点东西还是想吃点东西？刚啊，看你眼熟了没？啊，对，大家都说我眼熟。哎，你都蒙住了，醒醒啊！在电视上看过你，那个吴莫愁，哎，不对，吴莫愁是女的。啊，对，那个刘伟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，刘伟？对，我特别喜欢你那个，那天参加的那个《我行我秀》，那时候我还上小学。啊，我真特别喜欢那个洗刷刷，有这歌没？我也不知道那人唱过什么，我肯定是特别熟，不是真不是我，不是老板罚你钱送的，来，不是，我很专业，哥那个，你看这行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吧就是怎么说，没有灵感，你让你别笑话我呀，我这。真的没有灵感，我这把弦几根弦来的，我拆了三根还四根，对，就剩两根了。我现在拿这两根弦找灵感，我准备要做一个非常好的音乐。那个，你看行不？这架势，这多专业！哎呦，那个特别专业，我那个特别好，二弦硬乐，哎，不是二弦，我比三弦都少一根弦，你看。你看这声，这准不准？你说我帮我听听。我不会。不，你肯定会。你别跟我真不会。那个不是，我有一首原创歌曲，你给我鉴赏一下呗。那你这样，您原创完了之后能，那您能点一个我给您推荐的牛排吗？你给我点啥？您给我点那个就点这个。佛跳墙我都点，满汉全席我都点。那我听，我这首歌叫《童话》。嗯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，在你看上我之后，我的天空全都是星星星，行不行？你没认真听，我认真，没有，是我有点害羞。大概咱们点一下菜吧，行吗？那个我推荐这个啊。哪个最便宜啊？那个我不是那个，可能有一些价位上的那个东西可能现在断档了，然后我觉得您要是想吃点什么的话呢，我向您推荐那个鹅肝肋骨牛排。对，我看这款真的非常好吃。这个160吧？不，没有那么贵，186啊，186。哎呦，你看我这激动的那个什么吧，来一杯咖啡，我那个这样清醒，让我这种激动的小心情清醒。你要喝这个吗？108的这一款。你说我就是一个地铁卖唱的，一整一杯咖啡100多块钱，就还因为我们家我一天才挣个3毛5毛的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是因为我们家那个便宜的好几种啊，所以您应该买这个65的，六打头的，六六大顺，而且五又代表福，顺福。这我也不好意思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。打哎呀，别提折扣了，咱们这个小本经营。哎呀，这么快呀、啊！我们这都是现磨的。哎呦，服务员啊！哎，你好。哎，你这个喝没了，还可以给我加点水呗？啊，续杯是吧？啊，好，您稍等。叮叮叮！这咋？你家这设计一体的？不可能啊！我喝能那么喝？
多奇怪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您稍等一下。这盘我第一次见盘跟杯是一体的，你家这挺特别呀、啊。那个，我帮帮你，哎，这有水吧？叮叮叮！谢谢大哥。哎呦我天，这嘴烫的，嘴呀、啊！这个不好意思啊。来来，整开，我帮帮你来。哎，这能开吗？来来，哎呦我去，我整的挺结实呢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。哎，你劲儿太大了，这行了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喝不下来是吧？我先，不喝。那个68块，刚才还65，这会儿变68，坐地涨价啊！啊，对，65，对。我天，本来想要38，对，65，我记错了。这3块钱能吃俩馒头呢？我记错了，不好意思，65。好，您稍等啊。你要找您的钱，好嘞，谢谢。家这杯子，赶紧好好整理。